每逢中秋佳节，以新颖主题引领味蕾的月饼礼盒总是广受瞩目，而今年同样不例外。理想大地度假饭店西班牙达克饼中秋礼盒再次展现耀眼的光芒，依赖新获得的新味食潮奖，还有台湾饼创新奖双料大奖的优势，再赢得2023全国米粮精品伴手礼创意竞赛的银奖，而这份殊荣彰显味蕾的胜利，更赞誉其创新烘焙的艺术。理想大地度假饭店每年都会推出吸引民众味蕾的中秋月饼，而今年更是不例外，以西班牙达克饼中秋礼盒以月相变化为灵感，巧妙的结合创新的烘焙艺术，获得新味新潮奖、台湾饼新创奖以及农粮署精品奖的肯定，凸显了卓越的创新能力与烘焙的技艺。那理想大地呢，今年在中秋节推出了两款的月饼，那一款是西班牙达克饼，那另外一款呢是我们的杏仁蛋黄菠萝蛋黄酥。那杏仁菠萝蛋黄酥呢，在去年口碑非常棒，我们卖了大概有5000盒左右。那今年呢，我们又参加了相关的一些食品展，研发了这个西班牙达克饼，它是以我们花莲当地的米的食材去做一些调整，那做的这个跟达克瓦兹很相似的一个达克饼，那也获奖无数哈、哦，新味食潮奖等等这一些。那今年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达克饼呢拿出来当成大家中秋送礼的一个饼干。那这边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西班牙达克饼。那在整个盒子的包装上面呢，我们还是走比较环保的一个方式。那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口味等等这一些杏仁菠萝蛋黄酥的部分呢，去年卖得非常棒。那今年呢，哦，那已经都售完了。哦，我们杏仁菠萝蛋黄酥哦推出大概2000盒，那西班牙达克饼呢大概3000盒，总共大概有5000盒，也都卖得差不多了。那如果说花莲乡亲这边有需要到我们这边来再购买一个加急的赠品的话呢，也不妨来我们现场，那我们还是会为您服务的。礼盒选用蜜香红茶为基底，融合酸甜的土凤梨和富里的米谷粉，打造金黄酥脆的饼皮，入口展现细腻的天然蜜香，轻盈中透出茶香。此外，受欢迎的杏仁菠萝黄金酥每盒售价1200元，同样以创意的手法将屏东乌豆精心的制作成豆沙，透过慢火熬煮，散发出独特的香味，以法式部落塔尼和菠萝皮手工擀制酥皮，最后注入高粱酒秘制的咸蛋黄，带来咸甜交融的经典滋味，引人回味无穷。记者林杰，收蜂箱采访报道。